马祖地区目前我们看到萤火虫有几种，其中讲到萤火虫，像台湾本岛那种，台湾本岛那类的大概五百萤科的类群，大概就有这种台湾双萤、台中双萤、五萤，那紫光萤当然就是很多，对，那紫光萤当然黄紫光萤，黄紫光萤的话主要就是分布在东北地区，东北地区。那其他离岛的可以看一下，金门大概有两种，然后绿岛两种，那蓝屿目前还没有记录，有，但是目前还没有记录。那再来就是澎湖也有，那小琉球也有，那龟山岛目前没有记录，可能也会有，但是就目前文献很记载。所以你们看下来，其实可以看到马祖的其实萤火虫数量其实相对上来讲是还蛮高的。然后台湾本岛在大安森林公园有特别有针对萤火虫进行复育，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，那时候活动还蛮大的，因为2017年也在台湾有办了国际的萤火虫研讨会。他特别就是有这一段，他们除了在大森林公园之外，还有木栅雀，然后还有龙兴花园嘛，记得是三个地方。他们就是有特别去研究，比如说萤火虫，它因为陆生基本上我们还是需要，因为晚上行走的时候，它就会接触一些。那他们也就是说，哪样怎么样的颜色的这个绿灯，萤火虫它会比较看不到，就比较不影响到它的活动，令它的活动会去找它的另一半。OK， 那他们就是找到了这个590。像一个波场，这个短线波场的灯，大概是不过色。我稍微介绍一下它们的样子，大概就是这种扁扁的，然后头这个整个头部分其实很小，那它整个就是复眼，哦，两颗这个两边左右的复眼，哦，包覆的，哦，复眼很大。然后这边提到后缘凹陷，大家有没有想到，就是我前面有提到时光影熊虫，虽然不常看到发光，但它其实也会发光。那所以它叫石光，那另一个名称叫凹眼，是中国大陆的称呼。哦，那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的复眼上面的部分，它的后缘这边，哦，会凹陷。那我们讲复眼，其实大家看到有一小颗一小颗的感觉。我们讲石虫，它的发光器除了这个最大的，这个发光器是用来寻找另一半之外的，它每一节，除了应该说胸部的话，从第二节开始，每一节都有三个点状。哦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点状。然后一直到后面这个两边，最后一点没有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幼虫的话，大概是只有这个眼光而已，它就没有这个发光器，大的发光器，它们的差别是这样。那我们来看，从举光和北竿的雄虫，我们要怎么区分？其实很明显，大家可以从，哦，中文名就看得出来，为什么叫黄鸢？因为它的鞘翅边缘有黄色的细纹，那这个在北竿时光就没有，就没有。那相对来讲，我们的经验啊，我们来看我们采到的样本，其实看到的雄虫，它的个体也比北竿蓝的再大一点。有报告提到，它就是交配过后之后，它这个小点光才会出现，哦，那会伴随在它产完卵之后呢，它会环抱这个卵块，哦，那一般我们认为它是有护卵的行为，是有警戒的功能，哦，是有警戒的功能，哦，在它爬行的时候有危机，哦，但是很有趣，就是我这几年持续观察的发现。就算是在野外举尾，然后发光的种类，发光的个体，它其实也同时有小点的发光，所以或许它没有那么专一。